然后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，其实每次在做它拿起它的时候，我自己就会在想象我肚子里的宝宝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就觉得这件作品其实跟它一起在长大，然后有一些这种就是想象中有一些这种小联系，这个时候做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有一种挺强烈的那种幸福感在里边的。因为开始的话只是小兴趣小爱好，然后慢慢慢慢没想到就是往就是真的职业了这条路上走。